身上有一只尖尖的东西叫做线虫，要把它捞起来。捞起来。要拔它身上的刺。哪里啊？哪里有刺？我们这样看不太到哦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哦。很长哎。很长哦。你说这个是寄生虫哦？对，一个箭虫。箭虫啊，它要传染是不是？要用那个小的夹子给它这样拔起来。它会痛吗？你说它会传染给其他鱼只哦？它不会传染的。它不会传染哦。是说你放的太久的话。我放的太久的话。才会传染。哎呦。它拔起来。没有呢，在这边呢。哎，好了。你看。啊。它尾巴有一个像那个鱼膏啊。嘿，鱼膏啊，嘿。鱼膏的颜色。啊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这个鱼的钩这样钩在鱼的身上，钩在鱼的身上，吃它身上的营养，吃它身上营养。啊，我们这样给它拔起来，这只鱼就会健康。哦。还会把鱼放下去。嘿。啊，你说放下去还要放药治疗是不是？哎，放下去要放一些药。哦。那才身上才不会长肿瘤。长肿瘤。现在不会了，它明天就会好了。明天就会好了。哦。我们这做这个动作以后要去洗手，要去洗手是不是？要给它放下去。那它现在拔起来的时候，它身上怎样？还有肿肿的，还有肿肿的，有一点肿肿的。我画不上乌哎，哪里啊？你指一下好不好？这边。哪边？哪边？这边。哦。有红色肿肿的。哦。然后我们用手把它那个去洗。就是起它里面的血淤血，哎，给它压出来，哎，再洗一洗，对，天哪，这样就可以放回去了。哦，起步，不要拖了。